我宋世杰左呢右呢咗十几年，我就系要避开呢个是非之地。我一翻嚟，我就要搞到你官场翻天覆地。正堂。有时真相呢，易被人破坏。要打的是英國使節名譽侵損案，為英國使節脫罪。救命啊！我上一世都不知道做錯了什麼，我要被一個這麼蠢的老婆騙了我，你明不明啊？我要繼續告官。你就是陳王吉是吧？請我要反告宋世傑，明報朝廷命官根據大清律例要參加的。